진짜 뭐야? 看这些，哎，那个食材 ，OK， 哎，那个秤。你刚刚在 OK 什么？OK 我觉得这个再下去，因为太大了。因为它那是巧克力豆，我没有巧克力豆。对啊，你这个比较大。等一下，这放前面好了。它不是很单薄？对啊，它很单，这样它哪？像它很大，那可以讲可以。头已经算很大了，比我头，你戴可能就直接刷下来。其实我今天早上有戴过。啊，那哪刷下来啊？就是。就是整个掉下来了，就知道看不出来是个帽子。它会融化吗？嗯，会。它原本更大块。你看，它因为它也蛮恶心的，它这个恶心程度。你们怎样？看起来好像去跌倒了。这个步骤可以吗？这里完成了面糊，大概是这个样子，大概这个样子。OK， 很像，很像，非常像，不会断。你看它现在会不会断？接着来打蛋白霜。好像可以，好像可以。你要是没事就继续拌。要把它拌到不会断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可以吸到不会断。这样还是有点颗粒的感觉。那个打那个机器。我来看尖尖。先拿一些过来吧，稀释一下这边。用切半的手法，切半圆。半圆的。嗯哼。这半圆就好。切一半这样，到中间切半这样子。切半。嗯，好，那就随便一半一半。讲好，切半 ，OK， 好，没关系，大家等半就好了。感觉它的绵密度跟我们不太一样啊。最后记得检查一下盆底，看看是否都拌均匀。因为我还没拌完呢，它那个好像拌快拌完。烤漆封要用会粘的模具，因为待会儿出炉上敲两下去除大气泡，然后摄氏170度花。马西，中间丑丑的会用水果盖过。啊、你只要上下不要裂开就行了。所以先切外面。对，啊，你好强哦，我佩服你了。照刚刚你在外面刮一刀，我都流手汗。看出你的心狠，看他就往里面戳。应该不是从来没出来对。应该是要这样。而且我觉得你是对的，是对的。刚刚这样割有点害怕，你这样是对的。里面搞不好就是这样，咻咻！我刚刚抬头看了一下，他屏气凝神，然后可以感受到，哎，软吗？还是凉感？还是有点像饼干？啊，什么？不要叫！面包。So， 我没有切完。上面有点裂吧，就裂了吗？本来就有点裂，照理说那个上面的裂的要修掉，但是我们就不要这样子折磨自己了。哦，我看里面，好，奶油不用钱的，奶油是不是很多？对，不知道，不确定，现在就是乱遮丑。好像厉害，
平均一下，蓝莓，蓝莓。有没有圣诞歌？不上面吗？那可能它是隔壁。哎，蛮好看的这样子。但是是里面。哦。Z girl, birthday girl and her kid. 我就是做了最后的部分。第一次做蛋糕吗？对，你是啊。嗯哼，苏菲蕾不算的话，苏菲蕾那个不算。我觉得我没在做，就是你在做。我觉得都是你在做。没有，你做最关键的部分哎。你做那种会，要是失败就死定了。就是、美感部分。不是，你是我技术部分啊。人家在抹这个、欸，然后从来都不知道是什么感觉，好像就慢慢雕刻一下，应该是变成想要的，感觉没有看起来那么平，然后多一点，然后多一点，多一点，哦，多一点颗，就是这样吗？我觉得好像影片上面很简单的感觉。哦，你这一圈很行哎、欸，哪一圈？特别好。你不要太担心，因为那个巧克力粉会全盖过去。就稍微平整，然后把它奶油，我感觉巧克力粉可以把你 OK， 我知道了，修饰掉，你不能刮得太干净，你可以你只用平面刮，你不能用尖部分刮。这个侧边要怎么用巧克力粉？它可能撒上就粘住了吧？可是它是中间跟侧边的，怎么弄啊？哦，对，这个可以用袋子挤花，我们等一下去拿个袋子来挤，也不用全部用完。挤那个奶油花，那可以用个袋子，剪一个洞，用你那个便宜的白洗手那锁那个。可以啊。我去拿。我这边就放弃。对不对？还是稍微，不行啊。好了，放。好了，来。为什么偏偏不行啊？啊，这是不上去。刚刚。OK， ready。这反正中间是一定要有，中间是要。那你中间中间是什么？所有技术层面的都是你的。这个很厉害啊！你怎么弄的？可以是不是？可以啊。你不行是不是？我不行，你看我的手。没事，我做一件事情。满头问号，我觉得这很难吗？你快点，你说哇，好猛吗？他就是你好强哦！你想说这很难？是吗？不飞了。我觉得你的反应说，觉得发生什么事？奇怪，你镇定什么？镇定鬼！我做了什么事？这怎么没洗东西哦？不是啊，这应该是家里没有什么缺乏爱人之类的。哎、欸，你也有哎、欸。有什么？有什么 ？Chicken Island， 哎，不是 Chicken， 什么讲 ？Kitchen Island 讲的 Chicken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很疑惑，你在讲什么？因为我没有听懂。我那 Chicken Island 不好。哈哈哈哈哈！要不要挤？就是挤，嗯，几个啊？你先，你不要。不要抖，等一下，我很害怕，我在拿，我在拿。哎、欸，我累，好，我累，对不起。我拿，你没拿到啊？我没拿到。啊！快点！你干嘛？你在干嘛？是这样吗？我们不是专门的挤花
带。等下不是要挤六个吗？怎么变成？完蛋了！好好好。这几个是放那个樱桃的，然后为什么像大便？放樱桃的啦！我看哦，不要掉去啦！你现在做的事情我都很害怕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我很雷。好，哪一颗最漂亮？这颗。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这个不错，这个也不错。好，然后我们还要够漂亮，这个小一点的。好漂亮。这是咖喱吗？对，是咖喱。So yeah, this is pretty much my week celebration with my birthday on Christmas. Hope you guys enjoyed it,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in the next videos. Bye.